这个记忆力下降，对不对？那么你只能辛苦一点了。为了在美国要能自由的给人家交朋友，自由的看医生，自由的去买东西，我还是建议大家学一下，对吧？等你什么时候回到中国了，人家问你，哎呀，哎，老张老李，你在美国老美国了，这个讲两句英文我听听呢。